然后刚刚如果说没有点我关注的话呢，可以点一下我关注。这一档呢，我们来跳那个中国风的舞蹈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然后爱跟跳舞的记得锁定基友三个频道哦。先来一个吕宇琛川哥的子曰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前的钟声回荡，高山流水白云间，四书五经留意清雪，师父圣贤，仁义礼智信的教诲犹在眼边，温良恭俭让记心间。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，人人檀香萦绕花中嫣然的脸，翻开藏经喜欢。
主播的话记得点点我的关注。最近点击号麦的关注，手机的话呢在我头顶上方有一个小星星按钮，把了按钮点一下就需要关注。电脑呢是点击右键一号麦的关注，然后爱看跳舞的话呢记得锁定我们的993频道，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把这个预约自己的一个预约给预约一下，只为了这样的话呢每天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被在这里跳的精彩舞蹈。只为了我心中的每次感动踏上，谢谢多多享受。我知道前方一定坎坷重重，咱们现在来跳第二支舞蹈。我知道我的生命从此滴滴与众不同，迎着风向前。是你远方飘来的云。
是我江南遇见的雨，我带走湖水新酒一壶，陪我远方的故里。海盗，恭喜你获得，恭喜你们获得了幸福蛋，然后感谢你们送礼物的宝贝们，谢谢对我的支持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然后喜欢主播的话呢，一定记得点点关注。我还有三分钟我就下播了，在这里就走了。对，这首歌名叫《走江南》。非常感谢你们的小礼物，然后阿甘跳舞的话呢，记得锁定我们的居友三频道，全网即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把这个预约给预约一下。爱点点时间，我来跳个啥呢？陈慧琳的，谢谢蟾蜍。民族风，随便来一段，然后你们不要看嘛，就到这里了，我马上就要下去了，还有12秒的时间。感谢你们的支持，三九，如果想看我继续更多的舞蹈的话，可以点点我关注，去我的直播间。